大家，我是亚威小皮特。今天呢，就是2022年的3月8号，三八妇女节快乐！洛杉矶时间了哈，哎，现在看几点钟啊？我估计呢，现在呢是11:30，看看是不是？哎，真的11:30哈，哦，还有半个小时呢，就吃凌晨了。现在我呢吃宵夜哦，啊，今天晚上我吃什么宵夜呢？哎，昨天呢我到墨西哥超市那里的买了那些蔬菜，哎，这个蔬菜啊哈，昨天我拍了视频，有看我的视频的人都知道呢，我昨天买了这些，这个全部是蔬菜，我以为呢很容易吃完，结果呢昨天呢吃了一点点，哎，那个肚子就发胀了哈，当然了，我呢就是边吃这个蔬菜呢，边泡茶喝啊，这样的，嘿嘿，所以呢，今天中午我也拿出来吃，晚餐我也拿出来吃，那现在宵夜呢，那我也是拿出来，来慢慢吃，毕竟这个呢就是生吃的哈，这个番茄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在国内呢也是。很常见的，到处有的卖的，哦，好，当然了，我的冰箱那里呢也有很多肉啊，比如鸡腿啊，还有牛肉啊，鸡蛋之类东西啊。不过呢，要是真的，一会儿这个蔬菜吃不饱的话呢，那我可以打火锅也很方便，因为呢，那个水一煮开。放点油啊，放点盐呐、啊，然后把鸡腿放进去，一会儿功夫呢就熟了，很容易的事情啊。那么我们在洛杉矶这边的晚上呢，就也很少出去了啊，在家里做也是非常舒服的，哎，除非有些朋友啊，到外面，聊聊天呢，喝喝啤酒啊，那就回去。但是这两年很少了，这两年，我一直都说嘛，这个疫情呢，这两年改变了嘛，所以呢，就是很少再出去。那么呢，我所认识的洛杉矶的朋友是什么朋友多呢？都是刚刚来美国那个时候认识的，就是2012年。啊，2013年的那个时候，那2013年，哎，比如背包客，啊，也是在那个2012年的时候认识，那2013年呢也认识，也在家庭旅馆呢，哎，也认识几个啊，所以当时大家来的时候呢，那个陌生的环境，所以呢。互相的去抱团嘛，哎，中国人啊，他会讲中国话，哇，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，哎，见到能够说话可以沟通的，大家语言相通的哈，而且来自中国的哈，那个时候，哎，大家认识多几个朋友呢，就有安全感了，因为就是一离开了华人区呢，华人街呢，好像没什么安全感。因为语言不通嘛，自己又不会，讲英文啊，而且当时呢也还没有买车，哎，大家那几个人都没有买车，所以呢，所以就窝在那个华人区那里，啊，有些人呢也到外面去，去打工卖粥了，啊，那总是会。有几个谈得来的哈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所以呢，这几个朋友呢，可以说呢，就是很铁的，很铁的哈。哦，哎呀，泡杯茶喝先啊，哦，我还要边说还是要泡杯茶，热茶喝的哈。洛杉矶现在的晚上还是很凉的，所以泡杯热茶，因为。我刚才这些蔬菜都是在冰箱拿出来的嘛，有点冰冻的嘛，所以还是暖和暖和一下，所以那时候
交了朋友的就比较铁一点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他就是会有时间的话就会聚一聚，聊聊天，但随着时间，大家都在这片土地上呢，已经熟悉了哈，那么那就因为大家都9年了嘛，9年时间了哈，那我也比较熟悉了这边的话，我也把这个洛杉矶这边当成第二故乡了哈，要熟悉了嘛，其实就是没有那么陌生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那么陌生，就是说，刚来的时候就有点陌生了，到哪里去啊？还是就有点，离开了华人区。怎么样呢？后来买了车，大家买了车之后，有了车就不怕了嘛。你待在车上就是一个安全的堡垒，大家明不明白啊？就其实呢，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啊，哪怕你不是在国内，在外面，你有台车，拿着方向盘，就你会开车，考了个驾驶证啊，然后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撞在车里面，你开车离开华人街，那么你就有胆量，因为车啊很方便的嘛，所以你不用走路，特别晚上啊，你晚上那个静悄悄的，但是你开车那就有安全感了嘛，起码是可以来去自由嘛，所以这个车很重要啊，有了车之后呢，那你就安全感就慢慢就有了啊，你也有地方去了啊。那但是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呢，晚上没什么事的时候呢，就会去赌场了，因为赌场那边热闹，华人区那边附近很多赌场的嘛，所以有时候开着车，哪怕不去赌钱，但是呢，都去凑凑热闹，华人最多。是这样，啊，那么现在就固定下来。好了，现在基本上呢，到了这个时候啊，来了也9年了，人也慢慢的一年一年的大了所以那种心情就不一样，而且慢慢的也习惯了这边呢，就是没有说那种应酬啊，就慢慢少了，就是那种就是什么，在国内不是很多时候要应酬的嘛，那么慢慢少了之后呢？也习惯了就习惯了，但是刚来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跟那些也是刚来的时候呢，还是晚上有时候约好到外面，去西餐呢，西餐店呢那里呢，去坐一坐或者买些红酒到里面。去喝的，那时候呢，在华人区呢，不用开车嘛，可以走路嘛，所以在那个地方呢，可以，可以喝酒，就不开车咯，那现在像我现在住在这么老远的话，那喝酒就不方便了，所以也有个好处所以现在呢，就是交往那种应酬那种动力不足了，在美国了所以就比较安稳，习惯。我看我愿意有什么就是在家里坐坐有工作去干干平静的生活，就是过一些平静的生活。
很多人呢，要是不是说我拍这个视频的，那很多基本上有这么多年都是自己在家里自娱自乐啦，那我还是开这个频道，还是通过网络，通过这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美国的一些生活而已，所以就这样，就等于闲聊嘛，在国内呢，我呢就很少呢，晚上呢吃宵夜是在家里吃的，因为国内一出家门，有很多路边也好，酒楼也好，都很热闹的。你想去喝茶，像我们广州哈，晚上有夜茶喝了嘛？那你就是从8点钟开始到11点钟，这个时间是喝茶的。11点钟再到2点钟，那个可以要炒菜，或者有些时候是开到晚上的2点钟就喝茶都有。所以呢，选择的机会很多。那你不愿意去喝茶的，那些小巷啊，有那些，叫什么？那个吃那个烧牛肉串这类东西啊，那个烧烤，那烧烤很多品种啊，各种品种美食都有哈，那有啤酒，所以在露天的，那你就坐在那个地方，拿着啤酒，那就。搞个烧烤，那个牛肉串也好，还有那个鱿鱼丝也好，反正就那种感觉也挺不错。但是我们来到美国这边呢，这种场景呢就没有了啊。但是我在这个墨西哥去啊，那么墨西哥人呢，他们也是会有流动的摊贩，在我们附近那里卖，就流动性的啊，也有很多美食。不过我就很少出去啊，其实不远，我就走路，我在家里走路到外面大概。都有，这条马路都有啊，特别这个时间，估计，这个时间差不多可能没有，就是说晚上7点钟到12点钟都有那种流动，他们很多美食这些东西啊，饮料啊都可以，也是好像国内那样，坐着，但是总感觉怎么样呢？人家墨西哥的，那我去那里坐，你不能够坐得太久。而且在美国呢，也不能够说在公共场所喝啤酒的，所以啤酒没得卖，就是饮料、可乐这些东西。那么你像我们去到他那个地方坐下来了，点个东西，你没有啤酒喝，那也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啊，就是说你很容易就。做不到，做不久了，就是说大概你，做个10来20分钟，你就要走。毕竟，他们这些人呢，他们不像我们国内，我们广东的一坐下来呢，拿着啤酒慢慢的喝，起码坐上1、2个小时。但是他们那里呢，就是好像，他们就是摆摊，那过路的那些小车停下来就买一点东西，买了就走，或者。买了就在那个地方坐一会儿，吃完了就走，所以就很就赶鸭子那种感觉。所以我为什么就不去这边吃他们的东西？
就是赶鸭子嘛。那么你要买回那他们的东西回到家里去吃，那要我又何必呢？那我自己家里自己搞火锅不是很好了吗？是吧？啊，你看多好，那这就是芹菜啊，芹菜真挚啊，今天不是两口可以消化掉。消化掉这些东西，放得太久不新鲜了。你要这些没有煮过的菜，你放第三天，慢慢的变了。现在这个时间是11:47，那国内这时间是差不多4点。下午的4点，就9号了。喝杯暖茶真的舒服。再吃个番茄先。这个东西。做蔬菜吃容易饱，但是很容易饿，因为蔬菜容易消化嘛。你吃肉就没有那么容易消化，这可能一会儿我还是吃完它呢，还要吃点肉啊。真舒服，这杯热茶很舒服。你要是我回到国内去哈，我回来这不也很容易适应？就是我听很多人呢回去，又回到美国这边呢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很不习惯。”他说：“哎，空气呀，都可能，一时半会儿你不适应，还有。”比较酸哇了什么，就是但是我估计也是，这个他也没错，因为呢，这里的空气啊，的确是清新的，而且气候洛杉矶还算好吧，那么你回去像回就回去我们广州啊，那个稍微污染比较大一点那肯定。肯定有一段时间要适应一下了，不过也，我看也没什么太难的地方。你看，因为大家都回到祖国去了嘛，那土生土长的哈，那去那里的很熟悉的环境，坐车啊，坐什么车啊？会有一点，现在呢，就是说，现在不用用现金来结算，就要那个什么手机去结算，就这一点点吧。这个也很方便。这个反正国内。肯定有国内的热闹咯，无论全世界什么地方，其实人都很容易适应的，很容易适应。所以你为什么每年那么多人，回中国生活几个月回去一趟，就是说。回去一趟呢，他会上瘾的哈，年年都要回去因为环境，你要改变一下环境嘛，
闲聊挺好啊。好。今天晚上我说了都有10分钟了吧，我也不知道刚才分享了什么，不正闲聊，就是喜欢闲聊哈，没什么很大的，特别的事情哈。我在视频底下有人问我，问我会不会修车，其实我不会修车，但是有一些小毛病的话呢。就会修，就换个火嘴啊。那修卡车，那我更不会了。你毕竟没有做过，做过学徒嘛，你也没有，你也没有做过，但是可以自己弄一弄，自己弄一弄，换个机油啊，这些简简单单的东西哈。小车可以换个轮胎，要卡车那么大的轮胎，自己没办法弄，没有那么大的力气。这个东西，哎呦，这个热茶舒服，还是集中精神跟大家聊天，不要那边吃边什么的。好了，今天就今天晚上就聊这么多，先聊。你看这个时间，先聊10来分钟。也挺好的，真的挺好。你不闲聊，你没有那么多东西分享了，拜拜。